希望他能在未来这两天可以完完满满幸福长久。谢谢，谢谢。阿雷弟兄他讲首张课，善心满满，善心满满，好，口味合得好，太好，非常好。这场婚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男女双方都很有心呐、啊，因为其实是只有新娘子这边是吃素的，新郎官这边是没有的，但是他们也愿意配合新娘子这边，所以全部的亲朋好友都大家一起来吃素。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最棒的任务就是大家都对于吃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认同的，而且大家愿意用不杀生的方式来为新人祝福，这个是最开心的。我觉得办素的话好是对孩子最大的祝福，好，一来也就是减少杀生嘛，然后也是让孩子陪福，尤其是大家在用餐的时候都是很亲近的，也很欢喜这样子。祝福的话我们希望是很祥和的，对所有的众生是有祝福的，这个婚宴喜事不要让餐桌上是有那种遗憾在那边。其实一开始在吃之前可能会有多少有点担心，但如果你吃完菜之后，其实就会觉得，其实很丰盛。最重要的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可以办完这场婚宴。办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挣扎？我觉得还不错啊，很棒。妈妈，我永远爱你。就早生贵子啊，对，因为我小孩出来了，我现在忙得不得了，希望他也很忙。我觉得就是很温馨的感觉，然后餐点也很好吃，然后整个非常的温暖，很开心。月饼要幸福，爸爸妈妈，我们一定会幸福。